欢迎来到坚持做手工。今天做了两款好玩的卡片，它右边的位置一拉就能快速翻页，在方块上贴上照片或用于记手账，真的相当于拥有了一目十行的能力啊。等着彩色的气球都飘在空中，我把愿望全部都许在夕阳过后，大树下的苹果真的甜了过头，是谁要了属于我粉红色的梦。